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呵，你可以，你房间开好了吗？我要进你房间了哦。进来了。我说的开的是指开的房间的。我进房间了。我去偷买哈基的东西。拿铁，我要铁。什么铁？缺铁啊？没有啦，我当然会缺铁啊，后面都装备一大堆。不是女生才会缺铁吗？她是女角啊，没错啊。对啊。哦，是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干、啊、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抱歉，对不起。啊，男生也会、哎，男生也会流血好吗？也是啦，对对 对, 对啊。我要到处搜刮。对啊。来搜刮这边的钱。外星人会思考，异形不会，不对吧？异形也会思考吧？对啊，异形会思考啊。有些异形很聪明的嘞、嗯。对啊。小孩子过来让我捶一捶。有没有？结果小孩子才给，小孩子才给你捶。男生不会定期流血，是的。哎、欸，不好说。我每次夏天大便都会流血哦，可是也没有也没有痔疮哎，其实有时候会痛，但有时候常常都是不会痛的情况下流血。嗯，为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作息跟饮食的问题。你的车子比较大台，然后那个隧道洞口比较小。反的啦，洞口比较大吧。没有啊，就是车子比较大台才会撞到隧道洞口才会。那可是这样子就是痔疮啊，就是会痛啊。但是它不会痛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有时候就是不会痛。我们在聊很正常的作息问题，你们在熬夜，在不吃菜，在不喝水吃水果啊，就会跟反省叔叔一样哦。对啊，你们声音会断断的吗？我听断断。偶尔。偶尔、欸、要换吗？偶尔换个国家，我们飞去其他国家看看。我们去捷克好了。好，大便流血有可能是下肠胃道出血哦，是不会痛的。我在想、欸，哎，可能就是胃出血啊，所以你拉出来都是血。第四次去换过了吗？胃出血经过小肠、大肠这样子还会出来是血吗？会啊，就是有时候。变颜色了，变吸收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血是黑色的话，表示你肠胃就是出问题。大便是黑色吧？就出来的血的颜色是很黑的话。哦。啊，没东西拿了。那如果是鲜红色？鲜红色就是在门的附近流血。哦。对。在健康教育。对，我在健康教育，健康教育。有人还没吃晚餐的吗？帮你省了晚餐，谢谢我们吧。省了晚餐。啊，血液不会被吸收。是啊。外星种族的感觉，通用来说是有智慧的生物，尤其是人形的。太认真了吧！太认真了，太认真了。异形不一定是来自外星人，而通常泛指较无智慧的无人性的怪物身上。无人性。所以异形是比较没有人性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聊天是、超过了，我们在讲红色一体，不要讲到其他颜色一体。过头。红色一体，西瓜汁。靠，你说拉出来的是乳白色吗？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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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头了。那可能刹车刹车。晚肠。这个有点过头了。这个过头了。番茄汁。我们去。啊，你教堂，对你教堂枪不知道收了没？搜一搜吧。有一把枪，我刚刚去搜了。有哈，狙击。哎、欸，你打过了、哦？我打完了。是不是一个人比较好打？其实也还好，一个人到后面来不及清怪、欸。哦，对了，你是说就是守女神那个吗？对啊，走，去教堂。哎、欸，哈基拿过了吗？打过了。没有吗？进去左转了、啊。我们只是打完，也没有搜刮里面。对啊，对，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用回头，我们往那个洞口那边走，就有记录点。这边吗？对，我们不知道。给哈基摸，这边进去，欸、外面吧，我记得是外面。
这里吧。对啊，等他寄吧，他还没摸过。就在这底下，这是一群，就是外面哎、欸，不是剧情。我是在底下这边拿到了。哦，木头打一打。我是在这边这里，这个一样啊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我在那个位置。可是没看到墙哦，有哎、欸，不然、啊、下来，下去是吧？下楼、哦，这里。我看到这里，我看到位置，有看到哦，紫色发光的枪哎、欸，对，这个就是狙击步枪，而对我们来说是废料。啊，是啊，换成废料给我。它变成钱的形状了。这如果是我，我想把它拿狙击。啊，可以啊。它几乎真的是一发一支，而且加上你远程没有那个减伤，因为我距离太远的话会有那个。子弹会变多、嗯，啊，对啊。目前这把还没加强，你还是先拿看看好了。你现在拿到是加几啊？加二，加一样啊。OK， 这个是啥？发射一把武器，造成破坏伤害进去。嗯，江安。你谁啊？哦，记得吗？我是繁星，最近10万订阅，有。这边应该没了。发光的路，我是怪。然后被打的时候会用枪反击你的怪。啊，对，好好，我等一下，我不剧透了。反正这只等一下就会碰到的东西啊。嗯。你要知道怎么拉。狙击啊、中箭，我那天也是调很久，才知道是中箭，右键之后再中箭，没有变远啊，没有啊，它不能拉远近，它只能就是变那个狙击近，它就只变狙击近，还没有变拉远近，那就冲它回，啊就至少你有放大、啊，它没放大啊，那你比较好瞄吧，你按右键之后再按中箭没有吗？对。我是暗汉，怎么可能？右键没有啊，就是右键就已经有拉近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腰射就已经有一点点了，然后再来按中键，它就是一样大小。有啊，有变大啊？没有啊？哎，我怎么也没变大了？啊、我的有啊？哎、欸，搞笑哎、欸！有啊，我懂哈基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按住准心之后，跟准心一样大。狙击镜的问，那跟准心一样大。你先压着右键，然后等它缩好之后再按中键啊。中键嘛，就是按着右键之后的这个距离、啊，跟按中键上去是一样的。对，我的是有差哎、欸。都不让你用。换的，我还是拿一般的，我用的步枪好了。我有差哎、欸，像我这样子放大蛮多的啊。没有啦，真的是，我因为我现在跟哈基情况一样，我想说看我怎么听不到讲什么。我的是有差的。九喽，但是我不喜欢狙击枪，我要换成散弹枪。因为我长得比较帅。我换猎枪。走喽。但 tape 是包包啦。来了，走吧。你们才可爱萌。影月可爱，影月萌。他既可爱，他既萌。缺少什么？狙击镜吗？没有，他一开始就有啦。对啊，而且我已经试过，我已经试玩过很多次了、欸。奇怪了，可是我的是看起来蛮正常的。好，再试一次。啊，那再试一次。那我武器换回来。一样啊。好吧，等明喽。那就换回来了。怎么有、哎、他拿枪枪。对，这就是我刚刚想讲的，在的怪都是远距离的哦。啊，所以他在给我们远程的特性。可是我把远程的特、啊，我把我特性点全部关在经验值上面嘞。我也是。经验值。对啊。有个长老知识。让我们升得比较快。我真的没有长老知识哎、欸。你没拿到吗？哦，
对啊，二楼有一个有一本书。那我等下是不是要去拿？二楼，地下二楼。对啊，我不是教有教你们拿过那个吗？就拿冲锋枪的时候，你可以顺便拿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理论上我应该有啊。他桌上的一本书，你要去拿书、啊。可恶，我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。好吧，那有一个特性，它可以让你获得一个新的。哎呦，我吓神了。大家射完，大家射完。冲他回。哎、欸，太远了，冲锋枪根本没伤害。干什么东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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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痛痛。这怎么搞的？好像是 CS 一样。哦。哇，他要召唤怪物。加油。是了。你后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活下来了。Cover me！ 我听到有人在念咒哦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按呢？哦哟，哦，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喝个血草汁。哎呦！要怎么找？异形的话题讨论完了吗？你们还想继续讨论？你们觉得异形跟外星人的差别？刚刚是在讨论这个，然后已经有了精辟的讲解。欸、怪的防御有变高哎、欸，多人就这样哎、欸。嗯，还是说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呢？好不好？滑鼠灵敏度调低一点点。哎呦，打瞄多了。房子里面我们都没有收、欸，这样没问题吗？收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沙莉，好，悄悄了。冷静，嗨嗨。飞掉，飞掉，飞掉。安安，我是被系统霸凌，我知道。被系统霸凌，为什么？被霸凌啊！你说狙击镜打不开啊？哦，我打得开啊。还是我来玩狙击枪，虽然我不太喜欢玩，因为它飘得很大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狙击飘超大。在这里？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有看一下，这边是要拿怀表的地方。怀表的地方，之后好像一个隐藏的枪，需要的道具，任务枪。对面有个记录点，然后有人在播收音机、啊，所以我要先去上，先来摸好了。我看它是亮的。我还在收房子里面。阿长安，我已经在摸石头了。大家安，大家安。外星人是一个大种族，是说综合有地球以外的都是外星人啊。嗯嗯，就像你说、啊，台湾以外的都是外国人啊。嗯，也是啊，大种族的小，所以外星人是一个大瓜，然后异形是在这大瓜湖的里面的东西，对，大圈圈里的小圈圈。太认真的讨论这个了，太认真了、欸。怎么还没回来？另外，另外有人还没来摸石头啊？我说我还在逛啊。哦，好。因为前方还有那个、欸，前方还有路哎、欸。那我先回去啊。怀表比较重要呢。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看到你哎、欸。我看到你了哎、欸，是不是这个人啊？你像是这个人啊？是，很痛，很痛，这个、会死。好，那先下去摸吧。啊！异形绝对是外形奇怪，外星人是其他星球的哦。听到声音了。
狙击是不是点又可以滚？没有啊，狙击如果点滑鼠中间之后滚轮的话会直接换枪，所以不适用。对。控制一下哦，瞄准要点击切换，看镜头。等一下、哦，我们在上面，上面飞机残骸，哎，应该一个人问就好了吧？应该是吧？嗨，等一下哦，再讲讲。干你啦，卖坦啦哦！讲一样的话吗？他可以拿东西吗？没问题，他应该讲不一样的话啊。嗯哼，对啊，他都讲不一样的话。哎呀，给我东西。所以是跟他讲话就是给讲不一样吗？好像讲一样的话了、欸，不对，我该走了。哎、欸，有交任务吗？还是这边有什么任务要先完？想看看你的货。哇哦！他有卖什么？弹药箱，什么尼亚的汤药，加生命值25%，持续60分钟，跟。